明天会有一堂课在台北，然后后天有一堂课在台南。那我们希望说所有各校的相关负责学术研究的一些主管能够来学习说怎么管理这个学术相关的东西。那上课内容，市长大概可以讲一下吗？上课的内容就是如何去善用现在的科技去了解说学术伦理，特别是科技影响说一些数据的整理上面，让教授跟学生知道说，他也保护自己啦，然后也保护说在处理的工具上面怎么样不会让那个数据会受到质疑。那重点是这样。